我是阿福。今天超级开心可以参加这个活动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日光舞台上。然后呢，其实我相信台下的每一个人应该都非常非常喜欢音乐，跟我一样，所以很喘。所以我今天有带来一些歌曲，是不管是我第一张专辑，或者是之前的作品，还是 cover 作品，或者是最新准备很有很特别的歌曲，都希望大家今天可以非常的开心，吼吼！好，喝口水好不好？今天时间其实超级赶的，所以就速速带来这一首，也是我第一张专辑的一首 hip hop 曲风的作品，一点点喜欢。